我骗男闺蜜，酒店是密室逃脱。哇，真是好还原呐、啊！是吧？我也觉得。我怕你干嘛？我找线索呀。你找线索，你也不能破坏酒，破坏这个密室呀，你不能破坏呀。真的吗？哎！只要唯一有这个花瓶，就会出现密室。那我们就能出去了。我们房间号多少？405。我死缺六。我们家同款啊。那你在这吹头发，我怎么玩？这个噪音又不大，快去换。Later。我怕我找到出口了。什么找到了？看，可以出去了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干嘛 ？NPC。啊，哎。当我把星汉灿烂当成现实八卦说给男闺蜜。哎，好好，我保密，我保密，你后续踢我哈。嗯。什么情况？我干嘛告诉你啊？我也不敢信。哼，那行啊，说一下嘛，什么情况呀？就是我的朋友哈，他订了4次婚，4次啊，就他跟他那个初恋，前段时间刚订完婚，结果那个初恋的前女友就回来抢婚，渣。然后他那个前女友哈、是谈了个渣男，被骗得家破人亡的。那个初恋男啊，觉得他前女友可怜，就给我朋友把婚给退了。因为可怜退婚？对啊。那男的太渣了吗？他妈什么星座的？跟你一样，巨蟹座。更离谱的是啊，他们俩刚退婚，下午就会追他的警察男跟他订婚，而且那个警察男跟你长得还挺像的。那我能理解，就是我这么优秀的男孩子，谁敢？呸！少来，好不好？这不是重点，这个重点是啊，他跟那个警察男快结婚了，那个警察出去执行任务就失联好多年。你孩子在哪里？在成都啊。这一番我去找他吧。不是轮得上你什么事儿啊？你知道离谱的事情是什么吗？还有事情啊？对呀、这离谱的事情嘛，他就是……哎，说嘛，听后面的事情要付费吗？你这么感兴趣啊？那肯定的。那你感兴趣你自己去看呗。我在哪儿去看吧？成都哪儿吗？你给我发定位吗？没有，你去电视剧上看就行了。电视剧上看？星汉灿烂呀，电视剧啊，最近吴磊演的。当男闺蜜沉迷模仿 NPC。你干嘛？你抽筋了？我在模仿 NPC。这100块钱掉了。来、你来帮我选下衣服。你的啥子啊？网速不够，需要充50块钱网费。你到底要选多久啊？啥时候买的外套？挺好看的，借我穿一下。这是我新买的红旗尔克的中国风外套。你看这个红色五角星很酷吧？哦，对了，你还可以买成面包鞋二代，腿短，穿这个鞋腿长。你说谁腿短呢？你说谁腿短呢？你能不能快点啊？就差我们了。NPC 走的都是慢，炸是吧？嗯？我看还慢不慢？我练了很多遍了，今天给你喷一首彩虹。没有啊，再来一首。我真的很喜欢这种感觉。我的深渊，微信里的每段文字都是我们的针线。我对你冷漠却没我看不见你跟。根本就没彩虹啊，这是网上骗人的吧？是包的水不多啊，要不包多一点试试？这次我一定成功。只有一身要强的男人。